吊着他干啥？跟个狗似的。要。人才呀、啊！我听说你被绑着的时候，唐一龙找过你，都说啥了？你敢骗了？啊？到时候你就咬死了那个日伪士兵，是你打死的。狗东西！啥也没说，就说我没说实话骗他了，还骂我狗东西。你觉得唐玉龙这人咋样？他还……我呢，刚出事，啥事儿直来直去。唐玉龙跟我可不一样，有些事儿你得防着点他。嗯，啊，他要杀你，我还就偏不让。那他想出风头，来一个大义灭亲，回头上上峰那儿，那讨个好名声，凭啥？他想得美。我救的你，所以说有些话你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，掉脑袋都不能说，懂吗？懂，绝对不说。但我真不是逃兵。没错，就因为这句话，我才有了为你开罪的理由。那我虽然是一连之长。那我也不能随便躺个逃兵嘛，是吧？谢谢连长。谢个球啊！以后你就是我苗春来的人了，知道吗？我可是拿你当心腹啊。这样，先弄个班副当当，以后找着好机会，我再提拔你。啊，我不行，当不了。这么没出息，有啥当不了的？那不会当可以学，立功受奖，提拔重用，这理所应当的事儿。你记着，我能让你上去，也能让你下来，懂吗？懂。好好干，亏待不了你啊！潘连副，您要的文件。好。咋了？昨晚的事儿。谢了，要谢谢你自己，还算机灵。我是看出了，看出啥了？那张纸救了我的命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吓死我了。演戏嘛，当然要往真了演，不然别人不信。那纸上写啥了？那是吕布发来的电文，说我们连射杀了一名日本机枪手，要求连部上报这名士兵，并带着这名士兵去吕布当面接受嘉奖。嘉奖？对。啥嘉奖？大洋呗。真的？就算是大洋，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啊，这我信。想不到那名机枪手还真是你击毙的。啊，那还有假？那你咋知道那纸上写啥呀？我也只是赌一把，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硬。你这人还挺够意思啊。怎么，听说当班副了？得了吧，那老鳖子要拿我当心腹，我才不当。为啥不当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这不懂。走了。
不会真看上狗剩儿吧？这房还没盖好呢，你咋那么上心？有本事你也盖一个呀！我盖，我住的那是政府，以前叫衙门，那当官的才能住呢。你个狗官，咋说话呢？你咋都给我拔了？王蒙，捅他！哎哎，好，好，哎哎哎哎哎，不是，别别别，打急了呢啊！别别别别。我对你咋样？好。咋好？很好。哎，给你五天时间，把我交代你的事办好，马上回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许跟任何人说。是。去吧。我要不要先跟侯排长请个假？我咋说的？啥叫不能跟任何人说？明白。回来。老爷，进。老爷，那个叫宫崎的日本人又来了。不见。就说我病了。是，老爷。も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实在对不起，我家老爷今天身体有恙，不便会客，各位，请回吧。私たちは今回2回目だ。郷さん、それなら、顧先生、こっちの孟先生腕がいいので、我们这位穆医生の病気を見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。可以给宋老先生看看。这个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再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总得给马县长点面子吧？啊，实在做不了这个主，请马县长多多包涵。那既然辫子爷身体不舒服，那咱们就不用见外了。穆医生，请。これでいいのか？这样合适吗？哦，宫崎队长，您不就是为了中日亲善来的吗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”。嗯，请。哎，干嘛？哎，咋又可以不拘小节？我。宋老先生，晚辈留学东洋，主修医学，要不晚辈帮您看看。你是中国人，祖籍江苏镇江。不用了，老夫的病啊，只能靠老祖宗的办法，才能得以救治。宋老先生，据我所知，您的孙女是在应天女子医专上的学。哦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了如指掌啊。您在归德地位显赫，您家的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哈哈，既然如此，你们何必兴师动众的闯入我的家门呢？なぜ私の家に割り込んだです。哎，老爷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生气对你身体不好，不利于你的健康。我的病啊，就是气出来的。倭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，中华民族哀鸿羽气之时，竟有人助纣为虐。
你说我的身子骨能好得了吗？真是大了。宋さん、誤解してます。宋老先生、您误会了。大東亜の秩序を構築しに来た。我们是来建立大东亚秩序。助け合い、東亜共栄。相互提携，东亚共荣。东亚共荣。东亚共栄。你们开着坦克，端着刺刀，杀戮我们的同胞，焚烧我们的家园，奸淫我们的姐妹，你们就是这样相互提携、东亚共荣的吗？哎，辫子爷，你怎么能跟客人这样？别说话。哎呀，辫子爷，我马某啊，对你是仰慕已久了。今天亲自登门拜访，其实这承蒙马县长抬爱。不过今日老夫并没邀请啥客人，就算不请自到吧。そうさ、今日突然に来て他の意味はありません。ただ書道が好きで、孫さんの書道はホワイソンに似てる。与党に有名と聞いて、ただ求めたいだけ。我只想求职。孫さんの体は良くないなら。既然宋老先生身体不适，まあ別の日にお伺いします。我们还是改日再来。それでは。宋老先生，改日再来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啊，改天再来。找谁啊？苗连长让我来的。苗春来。哎，弟儿，你叫啥名儿啊？怎么不稀罕跟我说话呀？啊，我叫王毛。听口音像是本地人吧？不远，老王吉。哦，老王吉知道，从县城往东四十里地嘛，对吧？啊。来，拿着，零花。对，我在永城驻扎呢。我不能说。怎么把我当外人啊？哎呀，我懂，军事秘密哈。一百里路难为你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还你。怎么嫌少啊？我不能拿。怕你们苗连长怪罪。放心，他不会的。我真不能拿。那行吧，王毛啊，自打这日本人进城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逛过街了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可难受。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啊？怎么不愿意啊？不是。那一般人想陪。
我还不让呢。吗？嗯，长得漂亮吧？嗯。老板，来来，给他也来一个。好，谢谢您。哎呦，别客气啊，这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收好啊。哎，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有有有，得。是要抓紧了，在那个奎德城里不能再出现这些刚鱼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工体队长隔三差五来找我的事儿。县长，我这头的情况您是知道的，我手里就那么几个兵，我根本忙不过来。我天天安排人夜里巡逻，但是这些人就跟耗子似的，太狡猾了，我根本抓不着啊。现在是你在工体面前取得良好信任的机会，你别错失这个良机。哎，县长，我是替您守贵德县的一方平安。您放心，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去就吧，我指哪儿，你打哪儿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我呀，我老了，啊，可能很快就要搞老还乡了。我不像你，念夫力强，前途无量，说不定将来很多事儿，我还指着你嘞。咦，您这是弄啥嘞？我永远是您的人啊！说正事儿，是苏晴这个镖鱼的事儿，你还得抓紧。是，不中的话，我看你啊，到县三人院会逮人就中啊。这得增加开支啊。咱这个奎德城里。扁子爷他家有个孙女儿叫宋玉涛，这个人啊，活跃得很。你给我盯紧了。这个人我知道，多次参加游行集会。据我的调查，上次日本人进城的时候，那两幅画就是他画的。盯着他。盯他？乔山镇湖，太不像话了。哦，我明白，这个事情您就交给我吧。其实，说实话，这盯不盯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您说他激进，他就激进；您说他通共，他就通共，全凭您的一张嘴。你取臭！龙生，你想让我一筹万年？我咋也得立个牌坊吧？中。王毛啊，这个是给苗连长的东西。一等的大烟，你告诉苗连长，省点臭。现在世道太乱了，这东西可不好弄了。听着没？啊，明白。哎呀，我说你就不能在这儿多待几天呀？不能，连长给规定好时间了。你认识侯七吗？认识。他人咋样？不咋样，冰痞。哟。您认识？你说这冰痞，他是我男人。行行，走吧。
马上往那边走，我们引开他们。抓抓抓抓！抓抓住他！哎！哎！分开！分开队！分开队！哎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哎！王莽。贴标语警察追我们了，你们先走，我拦着。走，手榴弹！放下！我们就是想抓谁抓谁。站住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放了他！放！哎，放！何方浩瀚，能不能留下尊姓大名？说呢？不能，放了他！不带的，你们跑到安全的地方再解绳行不行啊？我这枪口怼着后脑勺的，万一走了火，这太吓人了的。啊！走！把裤子脱了。这脱了！你也是脱了！哎。快！别回头！是回头毙了！是。仙儿，是我狗事儿，我给你带东西了，帮忙狗了，我还得赶回去，不能停，我走了。心中缘。
抗日！一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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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日！那就送给他。一致抗日！一致抗日！那天半夜就让他给跑了，这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抓紧！一致抗日！来，带走！您老身体好点没？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乔局长，哎，不必跟我绕弯子，有啥话明说。哎，辫子爷果然爽快。我倒是有件事想问问你呀，你们警察局凭啥随意抓人？根据中华民国律法。中华民国律法。中华民国律法，老爷子，现在是什么世道，您老心里清楚吧？这归德县现在谁说了算啊？哦，我们这个叫什么区来着？沦陷区。那您说这沦陷区它应该依谁的理，依谁的法呀？现在连县长都得听日本人的。说吧，啥条件你们才肯放人？很简单，宫崎队长非常注重礼数，三番五次登门拜访，不就是为了求您一幅字吗？求一幅字？好啊，我写一幅便是。哎，痛快！哎呀，辫子爷这字写的真带劲儿啊！好，哎呀，哎，乔迷糊啊，你这事办的一点都不迷糊啊！咦，县长您教导有方、啊，我咋教导有方啊？啊，你说说我听听。一箭三雕啊，绝了！您看。第一，杀一儆百，让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学生们知道知道啥叫天高地厚。第二，拉近了和宫崎的关系。第三，打在宋雨桃身上，疼在辫子爷心里。他这不也就服软了吗？把墨宝就给送来了。依我看啊，主要是第二点，是你这个俏夫先生跟宫崎拉近了关系。县长，要不是您面授机宜，我哪敢肆意妄为啊！往日中，老爷，老爷回来了，爷爷。爷爷，我让爷爷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，没伤着吧？没有。孩子，这个家你不能待了。爷爷，您不要我了？傻孩子。你是爷爷的命根子，爷爷咋会不要你呢？爷爷看出来了，这次是盯上咱们了。你想啊，这次抓人为啥别人不抓，偏偏抓你呀？这都是冲着爷爷来的。我以后再也不惹事了，爷爷，我再也不给您添麻烦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啊！你这个小妮子是那种当缩头乌龟的人吗？我不是，爷爷也不是。那我和爷爷同进退？不行啊，爷爷老了，哪儿都去不了了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正年轻，应该出去见见世面，干一番事业。有道是啊，
巾帼不让须眉，花木兰、穆桂英、梁红玉，虽为女儿之身，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桃子，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能摊上为国尽忠效力，也是莫大的幸事。爷爷这两天掂量来掂量去，给你找了一条出路，你去投奔唐玉龙，这孩子品行端正，跟着他错不了。各位乡绅啊，各位首长啊，今天这个会呢是这样，这个日本人呢，为了跟咱啊搞好关系，准备在咱归德县直辖的乡镇搞中日亲善活动，目的呢就是为了增进友谊，避免误会。到时候日本人啊还跟咱解释，啥叫大东亚五龙拳，啥叫东亚新秩序，到时候日本人来了，您都配合点。高兴点，高兴点，都乡亲们，打起精神来啊！高兴点，高兴点，坐下。哎哎，停停停停，这吹什么呢？秦雪没吊孝啊？爹死了还是娘死了？你故意捣乱是吗？你们几个，要不吹个李天宝吊孝？放屁！谁吹？百鸟朝凤，快快别上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好好吹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，过来欢迎欢迎。哎哎，我是乡公所这个杨三，杨三。国库省的杨三的死，刘世龙的死，吉野太君。哎哎，嗯，不用了。那谁，往里走，啊，往里走。都走。这个，哎，你好。吹啊，发丧呢？那不跟着你就跟谁呀？散那个钱呢？还那少女钱呀？走，咱不走，往前走，哎，小朋友们，咱们吃个糖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哎，哦，拿给妹妹，好的，哎，来，好，哎，好，都有啊，还有啊。好的，你们还有小朋友呢。来，还有啊。给你一个。我想吃那个。都给你。这边弄好了，你看一看，还可以啊，就在这儿。好，どうですか、吉野さん。嗯，
素晴らしい。是是是是是。那我先放东西。好，您请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照相照相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照相了照相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照相照相，快，躲什么你们？过来过来，跟人快快快合个影，合个你怎么合个影？照你躲什么？你那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呀，你们都害怕什么呀？杨所长，你来你来，不要勉强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别见怪，他们都没什么见识，没见过世面。没关系。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要看病的，因为我这里带了些药品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？谁有病？谁有病？谁有病？太君给大家看病。哎，杨所长，我不是日本人，也不是日本军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姓穆，穆医生就好。来，大家听好了啊，这位是穆医生，是咱中国人。啊，之前在东洋留过学，精通医术，远道而来带着药给咱们看病的，大家积极一点，都来看。杨所长，你跟他们说我是义诊。穆医生说他是义诊。啥是义诊？就是免费不收钱。义诊就是免费不收钱。免费。你让他们来吧，我去收拾一下药品。啥病啊？我又没病。让王毛去，王毛，你去看，你去看。他是傻瓜，傻瓜是娘胎里带的病，别说太君，太上老君也治不好啊。哎呀，你说谁傻瓜呢？哎，没说你啊，没说你。来，不要你哥下不来台啊，去。我不去。刚才说啥呢？你俩还没结婚呢，你就下了他。行，快点，电话票，跟我走，快。穆医生，哎哎，我妹妹，我妹妹。请坐，坐下。请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杨小翠，啊，小翠姑娘，我会中医的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可以给你号脉，手腕给我就好，放这里。经期的前一天，小腹坠痛，严重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的感觉的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有一些止痛药，是我开好的，你发病的时候可以吃一颗，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加一颗剂量，明白吗？把这个收好。青年，脚踏绿芽山。
闪烁星辰点点，待到柳儿仙，花又重起缘，谁在盼红了脸？某一片清澈，那是云之恋，抬起头就能看见。想你，转瞬又是三月天，黄沙掀起柔间春又歇，冬一去是新的一年。花边也不见大鸟儿间，眼神看山的那一边，花边也呼着那鸟儿尖，眼神开朵朵笑脸，有一天回到这片梦田，你站在山的那边。